清理，不计得失，胸中有全局，天下事一举起，棋局中看天下，看天下啊。旁观者清，当局者不要命，输棋不输人，可贵有士气。范先生，我交代的事可否办妥啊？遵照范先生吩咐，立即安排200精兵埋伏在营外。好，这次咱就叫刘邦插翅也难飞。庄儿，亚父，你听我指示，在营外候命，到时候你给那刘邦舞剑。舞剑？亚父，我身为楚国第一剑客，为何舞剑给他人取乐？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明白。项氏兴衰，就看今朝鹿死谁手了。子房，咱还是回坝上吧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有天佑沛公，我们一定可以安然脱险。什么安然脱险？恐怕一个都走不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变成这路边一个个的土馒头了。这乌鸦啼叫，分明是来给我们报丧嘛。车祸扰鸦鸣，乃平常之事，沛公无需挂虑。沛公，你是应天命斩白蛇起义的赤龙之子，区区几只乌鸦算得了什么？哼，他竟敢出声吓唬你，我这就把他大卸八块。呀！你说这土狗之辈，今日仍然一般无益。亚父，大敌当前，应以国事为重啊。这个我明白，我已经安排好一切，就等着刘邦的到来，咱给他来个请君入瓮，让他一命休矣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成全项梁公的遗愿而已啊。继而，当遵从亚父之言。到时候，我以这块玉石为号，举起玉石，就是你下决心的时候，击杀刘邦。报将军，武安侯已到鸿门板外。老孟，到了。啊，
能别敲吗？我要尿！啊，笑笑笑！等老子杀你们九族，拔毛去皮的时候，看你们还笑不笑！沛公，这是我们项家军给你的见面礼，却把你吓着了。嗯，你这见面礼可够特别的。我大哥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请吧。方块、夏侯婴，你们两个在外面等候，我一人陪沛公进帐便可。好。沛公，请吧。相弟，为兄未知将军入关，有失远迎，今特来登门谢罪。刘邦，你可知罪？我与将军同立功勤，受怀王之命，将军战河北，我战河南，虽是两路并进，但仰赖相弟领兵神勇，力挫秦军主力，我才得以侥幸先入关中剿灭暴秦。入关之后，我下令封存秦廷珠宝财物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将军的到来。又因不知将军何时才到，所以才派兵把守着函谷关口，也只为防御那盗贼进入。今日亲见相弟到来，我心愿已了，一切就全凭将军定夺了。问我何罪？罪在小人在中间大进谗言，诬告我有谋反相军之心，令将军与我有了隙嫌。我刘季可说是心比日月，信与不信也只有相弟明察了。咱俩兄弟一场，何必行此大礼呢？相弟，这……难道咱俩今天这一步的，全是因为你那位左司马曹无伤，跑到我这里来胡言乱语，说了你不少的坏话呀，所以才闹出这么多的误会？果然如此，是为兄治军不严，今日当向你赔上三大瓢。嗯，既然误会已解，咱们就好好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啊！来人，备席，啊！啊，三弟。余兄今日敬你一杯，恭喜你入主关中，当个关中王。好，大家喝，喝喝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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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。哎呀，我都要发疯了，这还要等到几时啊？再等下去，恐怕夏禹把阿邦杀了，
咱还蒙在鼓里呢。啊，不行，我得进去救人。你稍安勿躁吧，沛公啊，肯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夏侯兄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平安无事？这万一出事，你能担当得起吗？你不会有事的。要是有事，帐里边能那么平静吗？况且说了，咱俩呀，早成了阶下囚了。兄弟，咱们去敬张先生一杯怎么样？啊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张先生，来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我敬你。啊，不不，这子房感谢将军美意，可是我不能喝酒啊。哎，博浪沙刺杀秦王的大英雄，怎么能不喝酒呢？就是，来来来，喝喝酒一定要喝。不不不不，子房不英雄，将军才是大英雄啊。子房不胜酒量。贤侄啊，还是请别人去好饮。哎，不可能！来，这杯酒一定要喝，张先生。来来来，范先生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，敬你一个。范先生不爱说话，没关系，我喝，我把他喝了。哎，将军。这杯酒一定要喝啊！对，将军敬酒，你怎能不喝呢？不像话！你看，这杯酒我喝了它，我喝。哎，好酒啊，兄长，喝多了吧？没多，没醉我。那我还能跳舞呢，你看，你跟你跳舞。好，范先生久违了。哦，您手中这块玉佩一定是个价值连城的宝玉吧？何出此言呢？若非无价之宝，先生又何必尝试于人前惹人注目？能否让子房开开眼界啊？亚父，现在有情况了，快起来呀！你又大呼小叫什么？你一个老头气鼓鼓的出来了，你看，肯定有事儿啊！看看去，剑客准备，早有准备。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你入帐借口敬酒。然后请求舞剑御宾，看我的指示，了结刘邦。亚父，未经大哥准许，恐其怪罪啊。当年你大哥因何入帐斩杀了会稽郡守殷通啊？你今日杀了刘邦，为项羽夺了天下，就和你大哥杀殷通，两者同出一辙，何罪之有啊？你将是。楚国的大功臣呢，亚父，你说得好，我随你去。来，哎，他们说了半天说什么呢？怎么一句也听不见？真气人！看来这帐中一定有问题了。
大哥，嗯，招待贵宾仅是饮酒吃肉也太寡闷了，不如由小弟献丑，给大家舞剑助兴如何？哎，好好好，素文项庄剑术名冠天下，今日得以欣赏，万分荣幸啊。庄弟非要舞剑吗？对于特殊的客人，当然要有特殊的招待了。继儿，请上座。啊。嗯。嗯。小心啊。嗯。剑法，好剑法，好剑法。师傅，一个人舞没有意思，我来陪你过招。像是蜀芝二人对剑，肯定有看头。好好好。夫人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走。哎，哎，张先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沛公呢？就是，你不管沛公，你逃出来干什么？情况不妙。范增一心要置沛公于死地，叫项庄舞剑意在杀害沛公。我说刚才两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哼，原来他们早有阴谋了。我救沛公去。等等，你随我进帐，但切记不能冲动鲁莽，一切听凭我吩咐行事。夏侯婴，在你在外接应，看好逃跑路线，我们一定要让沛公安然脱险。好，行的，你就这，快去，走。这。不得伤我沛公。什么人私自闯席？沛公参政樊哙，私闯席前拉出去打。哎哎哎，请恕刘进手下无礼啊！鸿门设宴，随从却没有酒肉，我见项羽大将军是讨些酒饭吃而已。嗯，赐他酒肉。
侄儿，你午间累了，回营休息去吧。大哥，小弟告退了。壮士，可在隐乎？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多喝几盅酒吗？何出此言呢？秦有虎狼之心，天下皆叛。怀王与诸侯相约，先破秦者为关中王。今沛公先入咸阳，秋毫不取，还君霸上，以待将军。如此劳苦功高，将军不但不予奖赏，反听小人之言，欲赎将军之命啊！此有亡秦之婿耳，妾为将军不娶啊！敢问大将军，今见项庄舞剑，但件件似讨沛公之命，究竟为何？我樊哙今日闯西，一则为了饥渴，二则是为沛公伸冤，这就是我樊哙连死都不怕的原因所在。我项羽向来重情重义，岂能跟那秦始皇相提并论？来人，赐壮士坐。谢将军。沛公这位部下乃真英雄也，向某佩服。来，我再敬兄长和这位壮士三杯。这酒上头。将军，沛公不胜酒力，他已经喝了不少了。是，为兄啊没用，一喝点酒就想上茅房。沛公，我陪你去。好好好。上劲儿，慢着，营地较大，别走错了路。陈平，在，你跟着去一趟。是，请。哎呀，老天可怜我，让我保住条命，还能出来呼吸呼吸这新鲜空气。哎呀，新鲜空气出来以后，天天能呼到。在这儿就没命了。张先生给咱们准备好了，让咱们进茅房逃逸，夏侯婴在营外接应咱们的。啊，张先生果然足智多谋啊，我们倒是一走了之了。张先生该如何是好呀？张先生神机妙算，肯定有逃身之计。阿爸，只要你逃出虎口，大家才能安心呢。二位将军，到了。啊，都尉，我进去就出来。也不必等候了。像尊门神站在这儿，我们怎么撒得出来啊？哎，兄弟，再不进去，咱们就来不及了。你在搞什么？这个破茅房里，除了这几吨大粪，什么都没有。你难道让我从这里边逃出去？为了逃命，这有什么不可？阿宝，没事了，好，走走走，咱的弟兄们那都在前面呢。好，快，哎，过来扶我一下。哎，快，沛公，走你，哎，不好，快快，沛公，走吧，追兵一到就难脱身了。子房还在楚营，生死未卜，
楚军里边有项伯在，张先生不会有事的。项羽志在杀你，再不逃就来不及了。对呀、啊。好，走，张，出。已经过了大半个时辰，为何沛公还不回到席上啊？哎，就是啊。禀高尚将军，陈平保护不周，以致沛公不辞而别。什么？走了？将军，方才沛公喝了不少酒，我想他一定是怕自己最后失态，闹出什么笑话，故不辞而别，请将军见谅。好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呀！他不辞而别，就不怕本将军降罪吗？是啊，这沛公也真是。哦，对了，这儿有来时沛公带的礼物，白璧一双献给将军，玉斗一对送与范先生，全当是替沛公赔罪了。将军，请笑纳。范先生，好一对名贵的玉杯呀、啊！何止价值连城啊，简直抵得上天下江山了。亚父，继儿，你三番四次不肯下手，放虎归山，终将后悔莫及呀、啊！这刘邦用区区的玉璧和玉杯就换取了楚家的天下，今后项家将为其俘虏呀！亚父，你喝多了吧？醉者不是我，是你呀，继儿。继儿。我带子房兄到我营中一叙。张良告辞。季布，季布，二百精兵准备好了没有？你在营外带兵，之后亚父一声令下，立刻追杀刘邦，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坝上。末将遵命。记住，这次是杀刘邦最后的良机，不能有任何闪失啊！末将一定将刘邦人头带回，速去，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是，走。参见军长了，我们终于回来了，平安回来了。刘弟，哪里头？没有追兵，快走！快来受死！没事吧？没事，
你怎么来了？阿季，和口茶定定金。啊，好。哎呦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老让人操心啊！喝个茶都要呛到。你少操心，没事儿，我刘邦。 可曾追到刘邦？末将无能，刘邦已逃回霸上，况且吕雉和周勃带领援军，末将是迫不得已才收兵回来复命。项将军，说哪儿得来的？此匕首和信。 是吕雉叫末将交与项将军，他还说，这与于姑娘的性命有关。妙意，应该安好的待在彭城啊，难道他现在已经落入了刘季的手中？末将不知，因为没有见过于姑娘，又担心于姑娘之安危，所以末将对刘邦等人才会赶尽杀绝。 妙意没死，妙意没死，妙意没死！吕雉说他在咸阳，在咸阳。好，全军准备，马上进入咸阳。慢！你全军进入咸阳，那刘邦呢？谁来对付？哎呀，此人根本不屑一顾。你今日放虎归山，明日必为虎所食啊！刘邦这个人诡计多端，他能够今天委曲求全，完全是为了明日的江山。 不足为患，而有了女人，却忘了老虎是吃人的动物，那才让人担心呢，继儿。继儿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项家军中怎么能有你这种人？而你。 又偏偏是项家的人，好香的酒啊！放老夫子一个人独饮，也不说让兄弟尝两口。哎，什么酒这么呛喉，竟让夫子挤出眼泪来了？
酒不呛人，呛人的是心中不平而已啊。夫子何以如此叹息呀？哦，我叹息项梁将军死得太早了，太让人惋惜了。某位夫子对时下的项将军有什么不满，所以才如此的难受啊？此言差矣。项基是一员猛将，他有一股子英雄的豪气，让人所敬爱。他领兵的时候，一马当先，万夫莫敌，奋勇直前，绝不留退路。他是天下难得的良将奇才呀！哼，勇猛过人，他远不如已故的项老将军待人亲切随和。更难得的是，项老将军生前能够听从一切贤臣良士的劝言，从来是用人不疑，有容人之量。容人之量，好一句容人之量啊！夫子的意思是，离开项营，改投他主。改投他主？这天下之大，能有谁像项家军这么强大的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要帮助继儿夺得天下，以报项梁老将军临终的嘱托。平生能有此知己，绝不食言。政治去留，也皆父子所愿吧。老夫受故人所托，怎么能欺骗故人？在继日身边，非老夫之所愿，但老夫也算是对故人有所交代了。妙音，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，就算是把咸阳城翻个底儿朝天，妙音也要回到项继的身边。来人！将军，传令三军，今晚全力进发咸阳。是。天清气爽，难得左司马有如此的好兴致，带领着众部下在此欣赏月色啊。夏侯将军也有如此闲情逸致，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此地的月色吗？我一生奔波劳碌，哪有左司马的好福气呢？夏侯将军深夜到此，难道不是为了夜游观月，而是为了调侃曹某？月色虽好，但是乌云遮住了月色，我想看也看不见。跟我走！跪！跪呀！跪！跪下！跪下！曹操，见了沛公就把你的所作所为你出去交来。我曹某何罪之有？哼！你早有违叛之心，你勾结项羽想违叛沛公，哼！罪证俱在，你还不承认吗？夏侯兄，
我曹某深知您一直对我有所不满，只是没料到堂堂参城亦会使用卑劣之手段，可悲呀！你别在这儿强词夺理，你分明有叛变之心，你还不认罪吗？我曹某问心无罪。圣上，你大胆朝上，你还不敢认罪？好，今天我像杀狗一样把你给杀了。要杀便杀，休得多言。嘿，我老武生，你为何不问一下，本沛公是从何人口中得知你背叛一事？是项羽亲口告诉我的。你现在可以话说，是项羽。朝无上，沛公有何亏待你之处，竟让你如此的费尽思量，倒戈相向？项羽啊项羽，是我曹无伤看走了眼，堂堂七尺男儿却是匹夫无用。就算你以匹夫之勇抵挡三军，却无真正勇者精神。亏你还是人人心目中的大英雄，天下第一战神。五马分尸。这曹无伤死不足惜，哎，只可惜是，沛公，可是为张先生而担心啊。对呀，张先生还留在楚营，生死未卜啊。沛公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，况且张先生也足智多谋啊。报告沛公，有人看见张良先生回到坝上。子房。痴情者。
情多少？